到台湾。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台湾的园艺技术、农业、文化、社会科技等各方面的成果，还有这些年来台湾从办理这项国际活动所累积的经验所带来的成长，也都能够借由这几次的台中的包裹，让台湾的人民、让世界看得到台湾的进步。